1 2 3 4 5 6 7 8，画儿画儿，再画五六，没关系啊，别捣乱！你没看我在这儿变现买的吗？这可是女孩子的头等大事。这谁寄来的呀？光写着本市内祥。啊，不可能！我的妈，谁打电话呀？谁写信呢？啊，有的事儿打电话可不好说，比如说爱情什么的，还是写封信吧。啊，叔叔，嗨，那我就不练了。别介啊，头等大事吗？健美，练了半天不就是为了美吗？美了吗？美了半天不就是为了，现在既然有人看上我了。那我就达到目的。什么呀？你就达到目的了？也不知道谁看上你了。我先看看是谁，要是不合适，我就再尽力；要是合适，我就跟他约会去。大玲，这报纸来了。哎，哟，哎呀，瞧瞧，还得说我妹妹啊，星期天都想着帮我拿报纸啊。支持我学习啊啊！你说，这么老跟着你们，能不进步吗？我你订的小报还进步呢。我订这报纸怎么了？啊，你看看这题目多好啊！如何敲开男人的心扉？哎，那份是我的，我订的。这是啊，这我订的。哎，这份是你定的，你看着听啊，如何撩开女人的面纱？对，是。美丽的养猪姑娘，这是我吗？养猪姑娘，甭问，咱村里有来信了。没熟人呢，啊！我们家虽然是小地方，但也算是城里。啊，再说，我这一辈子也没养过猪啊。你就别谦虚了啊！赶紧看吧，怎么样啊？咱们村那猪养的不赖、啊。还得说党的富民政策好，先富带后富，共同来致富啊！我打听打听，咱村那猪都喂什么？讨厌！池塘里的水满了，鱼也停了，路边的草绿了，花也红了。远书归梦两悠悠，同向春风各自愁。纵使有花兼有月，他生未卜。此生休。你都说了什么呀？这可深了去了。明天你是否会想起今天你念的情书？你是否无意中提起给你写情书的骑士？怎么连骑士都出来了？这要联系起你那个养猪姑娘，好像是唐吉诃德的故事。唐吉什么德？唐吉诃德。我不认识什么姓唐的呀，这是给我写的信吗？嗯，对啊，柳红小姐收。你看看那落款啊。你的骑士？谁的骑士啊？哼，我就是惹谁？你才养猪呢。这到底是谁呢？万一是个特别优秀的，我也别错过了这机会呀。那你就打开思路，展开想象啊，
把你从小到大认识的熟人挨个捋一遍，包括亲戚朋友、街坊邻居，连你二大爷也别落下。对，不对吧？我二大爷能给我写这样的信吗？嗯，我二大爷是个豁嘴子。哦，那你再想想别的，小学的、中学的，嗯，同桌的你，高年级的他，啊，教体育的李老师，要不就传达室的王大爷。胡说八道，我们学校传达室的大爷姓张。哦，那就是张大爷。他老人家今年八十几了，这身子骨还硬朗吧？啊，不知道，大概硬朗吧。不过好像去年已经死了。啊，死人还硬朗啊？死人都是软和的，到第二天早起才硬朗呢。那也不是他，完了完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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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说张大爷完了，您怎么也完了？我也收到一封信，莫名其妙。啊，没头没尾。哟，说的什么呀？本是李翔。嗯，穿过你黑发的我的手，飘进你耳中的我的歌，如此这般深情依然故我，思念着的你的人。嗯，这是谁呀？还思念着我？打开思路，展开想象。嗯，是亲戚朋友、街坊邻居，比如说你二大爷什么的。胡说，我二大爷是独眼龙，我小的时候见着他就跑，躲还来不及呢。凭什么他思念我？我不许他思念我。那就不是他。我来帮你分析分析吧。肯定是你那帮听众。嗯，谁让你跟广播里没事老招人家的？我怎么招他了？嗯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在这一时刻又相聚了，我思念着你们，我的心属于你们。这回傻了吧？人家的心也要属于你。不可能啊。嗯，听众来信一般都是寄到我们台里的，可这信是寄到咱们楼底下的，这个地址我从来不告诉外人。嗯，那我再帮你分析分析。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最近有没有什么外人摸过你脑袋？那就是你了。嗯，你刚才还摸我脑袋来的呢。刘大哥，那你就照了吧。这我昨天是帮你摘白头发来着啊，再说我那属于是爱护的性质啊，是长辈慈祥嘛啊，怎么能是我呢？要不你再怀疑怀疑他们别人。那就是前两天我还做过一次头。那就没跑了，谁给你做的头？柳红啊。啊，我求他半天他还把他愿意呢。别柳红也不太可能啊。那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也就是说这人肯定在你身后。嗯，根据你这发型，只要是这手一穿过，直接就掐脖子。谁？刘大哥，你找我们啊？刘大哥，出事儿了，出事儿！怎么了，刘大哥？谁欺负你了？妹妹给你报仇去！哎，没人欺负我，有人看上我了。你瞧，我今儿刚收拾的。嗯，这怎么话说的？这是？你终于也收到了？什么叫我终于啊？你怎么还幸灾乐祸呀、啊？你，我的甜心。还挺酸。希望我们现在的感情如同几何直线，期待我们将来的幸福就像
小数循环，这都是初等数学里的事儿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还念过高中呢，初等数学都不知道。几何直线就是无头无尾，小数循环就是无穷无尽呢。够浪漫的呀你们。哎呦，天地良心，谁跟他浪漫呀。我有半个多月没跟女的说过话。嗯，除了你们二位啊。哎呦，这是谁跟我过不去？打开思路，展开想象，比方说你二大爷。我二大爷是六指儿。那就是你二大妈。你二大妈才给我写这信。哎呦，怪了，这刚几天呀，咱仨一人收了一封这种怪信。嗯，我这心里头还真有点不踏实。嗯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你别吓唬人。不会吧，给我们俩写信的是男的，给你写信的应该是个女的呀。难说。你们俩那封信呢？不知道，好像吧，在那边吧。在我抽屉里。赶快找出来，咱们先对一下笔记。是同一个人。他是我的骑士，又穿过小周姐姐的黑发，还管刘大哥叫甜心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有什么办法？这是科学的结论。老刘，你可以肯定吗？绝对没错。来，你看看这几个字，你看看这笔画，再看看这用笔的习惯，啊，再看看这信封信纸，它是完全一样的。嘿嘿，是不是有人跟我们开玩笑啊？要是光开玩笑就好了，我总觉得这里边有什么阴谋。刘大哥，你又吓唬人了，还能有什么阴谋啊？比如有人已经盯上咱们仨了，先来个投石问路，然后再准备下手，把咱们贩卖到边远山区。不会吧，要说我和柳红还有这种可能，你这种情况难道边远山区的妇女会掏钱买您吗？怎么就不会啊？买回家里去，白天当劳力，晚上当老公，总比他自个儿跟那儿找的要强吧。哎，我看你这意思还挺乐意的。这是最好的情况，万一要把我买回去当儿子呢？你说我这么大一个的，我给人当儿子，我冤不冤呢？我觉得这个人对咱们三个人的情况都很熟悉，同时熟悉咱们三个人，能是谁呢？那除了咱们自己，就是房东了。房东，那一定是董叔叔了。我说他最近有点鬼鬼祟祟的呢，他一定是计划把咱们两个卖了，把老刘杀了。反了他了，他敢？凭什么光杀我呀？我觉得这也合理呀、啊，你又卖不出去好价钱，万一再砸在手里，干脆杀了算了。不，老董那人我了解，他干不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顶多是把我卖了，把你们俩杀了。啊，这还不伤天害理啊？嗯，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说不会是老董。我总觉得他媳妇儿比较可疑，你看他那样，口斜眼歪的啊，又那么胖啊，
估计是想把你们俩杀了以后把我给霸占了。霸占你我并没有意见，干嘛要杀我呀？哎呀，女人嘛，她不跟你讲理啊。你别臭美了，还霸占呢，白给有人要吗？那就是他想把你俩卖了，拿点钱再倒贴我。凭什么呀？你们俩自己想好就好，干嘛把我们俩给卖了呀？你别信他们，我觉得房东不太可能，得想想别人吧。别人？我觉得刘大哥最可疑了。这封信有可能就是他写的。什么？我自个儿给我自个儿写信，管我自个儿叫甜心啊？我有毛病啊！我吃多了我。说吧，看上我们俩谁了？我谁也看不上啊。那你给我写信干什么？什么？我给你写信？你别招我说出不好听的话来啊！我还说是你给我写的，你对我一直有那方面的想法，嘴上不好意思说，绕这么大一圈还写封信。其实咱俩的关系你就是直截了当的说了，我也不能答应你。我还不答应你呢，这谁还理你，瞧你倒霉样子。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。小周啊，如果这事儿要是你干的就更不对了，咱们都是老同志了，还有什么弄不开的？你可以直说嘛，绕咱们打个圈子干什么？我看见你就像看见我二大爷。哎呀，我躲你还来不及呢。谁谁呀？谁？哎呀，这么晚了还来串门啊？好容易等我爸我妈睡着了，我才溜过来的。哎，我的信呢？你的信怎么会在我这儿？啊，就我们班一帅哥，他特想给我写信玩。我怕去家里不方便，就才寄到这儿来。来了没有啊？没有。我们仨倒是一人收着一封信，这不是正研究呢吗？嘿，这就是写给我的呀！你怎么这么拆了？误会啊，误会，对，都是误会，就是，反正无所谓，我明人不做暗事儿，你们看着他们呗。嗨，不是我们爱看，我们实在是不知道。你们看看这信封背面转董云云小姐收，你们还分析了半天，这白纸黑字的，你们就没看见啊？你写这么小的字儿啊？还写在这犄角旮旯里，那谁看得见呀、啊？你看这字写的跟蚂蚁似的。我知道，可写太明显了，我不是怕暴露吗？万一让我爸我妈看见了，不又得给我上课吗？行了，那你们就别解释了，反正你们都看过了，就别外传了。我原谅你们了。谁给你外传？你原谅谁啊？你原谅我们，我们还没有原谅你呢。今儿个是太晚了，先饶了你，明儿我就告诉你爸去。其实我也不想了。就你这年龄最危险，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怎么着？我的事情你就不要打听了。谁打听你了？现在是你们在打听我。说说吧，这个男孩为什么要给你写信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又是我让他写的。当然了，女孩嘛，总有女孩的魅力。我也这岁数了，有人给我写信也并不奇怪，这没人给我写信反倒奇怪。玉玉，我看这样吧，你的通信自由的权利呢，还是应该受到保护的。以后呢，你就让他大大方方的写上你的名字，我们保证原封不动的交给你，好不好？还是周阿姨讲道理，这知识分子啊，就是不一样。咱们再商量一下，把信的内容稍微的调整一下。你看你年纪轻轻的，哎，又是甜心啊，又是骑士啊，又是养猪啊，又是养羊啊，咱们能不能？
谈点青春理想什么的。那好吧，那下回我才跟我谈理想。什么？你还想有下回？我先代表，我代表谁？我二大爷，我代表你二大爷，我先教育教育。哎，嘿，你们去。谁？我。进来。哎。包总啊，哎，这个房租我不是刚交了吗？哎呦，你怎么一见着我就是房租啊？我问你，这云云上这儿来过没有？嗯，没有啊。我不知道。哎，我都躺下了啊，听见咱是开门出去的，没上这儿来？嗯，没有吧？他又离家出走了啊？没事，随便问问。哦，哎，刘啊，最近这两天没接着过云云的信吧？信、啊、没有，什么信呢？哦，没有，大哥。啊，那我先回去。哎，那可就确实不能怪我了，都怪我老婆这人，这太厉害了。不是。哎，不是老董，这不是怎么茬啊？这是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啊。咱哥俩关系不错吧？对对对，以后见着云云的信，你马上给我送来，千万别让别人看见，好不好？行，咱俩这交情没问题，一句话啊。得，哎，老董，那记住了啊，哎，记住了，快听清楚了吧？哎，小三哥俩这关系，那就这样了，哎。瞧见没有，还真出来下回了。这回倒好，他也不藏着掖着了。董云云小姐收，就这么斗大的字儿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是揭发检举啊，还是私下了结？还私了啊，得彻底揭发。我都答应老董了，我不能不守信用。不行，我已经让云云来拿信了。咱们既然已经答应人家孩子了，就得守信用。通信自由，他应该享受这个权利。什么？他还享受？他已经享受的不少。嗯，哎，感觉好。小张阿姨，你找我啊？公民董云云小姐，你的信原封没动，请查收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给我的爱，谢谢你给我的爱。小周阿姨，嗯，这是给我的吗？惜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。嗯，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这一张旧船，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？这意思不对呀。我明白了，你看看那信封的背面。转董寿康先生给你爸的。今天要不代表我妈教育他了。你爸。